大家好，这是正经。今天的两盒你们可能都玩过，猫秀瀑布假水和炸耳小麻薯，浅绿和抹茶色，没有提前救过，所以变软了很多，没之前那么韧了，捏起来好过瘾。然后上假水，明明俩都不粘手，混一起居然有点粘手了，我有点方。彻底混完后它又不粘了，中间没有加过澄清水啊，这手感好奇葩，就又软又韧，拉伸的时候很有阻力，但又确实是软身的，你们能想象到吗？像个大青团，香味像我从前吃过的龙井绿豆糕吧，是新手感没错了。喜欢捏泡的一定要试试这种组合，我都停不下来。起泡不太合适，因为太软了。试试网格，好粘网格啊，但是真的一点都不粘手。总之它就是很奇特，喜欢就点个赞吧，拜拜。